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晴。这次来拍摄 XF 2017正妹年历，我代表的厂商是 Antec，搭配的产品是机壳跟水冷。Antec 的一体式水冷散热器，向来在玩家族群有高度口碑评价。新推出的水冷 Mercury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系列，有着迎合大众玩家口味的外观，白色的圆柱形冷头。带有随着温度而变化的 LED 灯效，水冷排所搭配的240mm 风扇，也是时下十分流行的环状 LED 设计。一体式水冷加上了 LED 灯光效果，看起来更加吸引人。散热器采用纯铜底座设计，散热效率更佳。散热器的水冷头搭配了 mini USB 接面，作为水泵供电之用。Antec 水星 Mercury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，有着出色耐看的外观、电竞风格的灯光效果以及良好的散热表现，值得想要尝试一体式水冷产品的玩家参考。Antec Cube 水魔方机壳，这是一款特色鲜明的 ITX 小钢炮机壳，外观上拥有帅气的倾斜式设计，铝合金外壳，弧形的侧透面板。栅栏式的网片前面板，机壳顶部有透明顶窗，可以更好的展示机壳内部设计。顶部在电源按钮设置了灯光控制以及风扇控制的按钮，底部还有 RGB 七色气氛灯，底部两侧各有一条灯条，带来更多的灯效变化，更加迎合电竞玩家的喜好。Antec 水魔方内部采用导置式设计，很罕见的提供了三组 PCIe 插槽，对高阶大型显卡的支援度更加全面。Antec Cube 水魔方 ITX 机壳是一款很有特色的产品，ITX 玩家不容错过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产品资讯，记得要报名11月5号的台中 XF 网聚哦，我在台中等你。